时你的情况是怎样？我的情况很严重，手很痛啊，手很痛，哦，中风都很痛。然后你的行动怎样？很慢，哦，很慢，过马路我就怕，过马路你就怕，哦，没有力，不敢跑一样。啊，我治疗一个作业的时候，从头好就好了。后来我的头脑也就中到风啊。你的头脑有中到风？哦，我去看医生，他说我要开刀，开刀里面，我说不要开刀，我说不要了。哦，你医生，我又说医生啊，这两样啊。嗯，我说这两粒这样来说。就说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啊，两粒。然后你治疗多久？你感觉到你很好？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啊。哦，现在你已经治疗八年。八年。每天吃四粒。嗯。所以呢，为什么？我现在啊，医院我都没有去过，我现在不用看医生了。哇，很好哎！我知道你的太太曾经有做过见证哦，所以你有没有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朋友？有介绍朋友。啊，所以呢，你坚持吃到今天已经半年了。哦，半年了。好，我现在还吃。现在还吃哈，这位见证呢，其实阿克蛋的见证来了。他从来没有上过台，那天他在五楼，我就跟阿哥讲，阿哥，我看到你每天都来，怎么你没有上过台？他才跟我说他已经中风了。所以呢，他因为吃了 SNE， 他爱 SNE， 他时常自己来买货的。我时常在楼梯看到他在五楼自己来买货，你看76岁，自己来 SNE 公司买货，厉害不厉害啊？你拍个掌声。好。我现在在感谢那个高先生介绍我，还有那个安哥蛋啊，啊，还有林子谦，他帮你做延时点啊，哦，很好，很好啊，所以你会继续再吃 SNE 吗？有吃，会 ，OK， 好，谢谢你。因为一开始我的皮肤敏感到就是会影响到我吃东西，因为嘴唇嘛，所以会想说希望这个产品可以通过好像调理身体这样子去改善这个问题咯，因为它对于皮肤真的是很快速见效。我的问题其实你的问题已经多久了？这个问题敏感的问题，因为我时常看到你嘴唇哦裂到很厉害，你能涂口红吗？不能的，我甚至是那时候我是靠擦润唇膏，也是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一开始我是以为讲说啊，可能是我们做 office 的，可能就是讲说可能皮肤比较干燥，所以就会导致好像讲说你的嘴型可能会破裂这样子，然后之后发现原来不是，原来是皮肤敏感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都改善不到了，没有变。想问多少年了？这个问题已经多少年了？有超过一年，可是最近八月份的时候是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对，接近了一两个月还是这样子。然后别人是看到你嘴唇上面是红红的，人家就是会好像，哎，怎么长得蛮漂亮的女孩子，怎么突然间嘴唇这样子？对，是的。以前我是这样，不过我是猪唇，为什么？好像两条香肠。以前我就是肿到这样，为什么？我也是敏感，不过我不是他那种敏感，我是灰尘的敏感，好像这间空气里面很多灰尘，我的嘴巴就肿了。如果我吃到那一道菜里面有一只虾，我的嘴唇就肿了。如果我考试很紧张，我的嘴唇也肿。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才会来到 SNE。 那我想问你，你怎么样使用我们的 SNE？ 我一开始头一个月是早晚一颗一颗，所以总共是两颗，可是那个改善会比较缓慢一点，所以我之后就开始两颗两颗，一天总共四颗，那个效果就很快。是，所以呢，你现在服用了多久，你的脸色变成这样好看？接近我八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3-4个月左右，三个月而已耶。SNE 神奇吗？来给他一个掌声。那除了你的脸色好看之外，你的嘴唇没有裂之外，你还有什么改善？有人说你变漂亮了吗？刚刚你就说了，对，你就跟我说。
学到它变美了。所以呢 SNE 产品就是赶上了它。那现在我们还要等多一年再看你有没有变得更美。我希望呢好漂亮一点。你再使用下去，你的疤痕会慢慢的减少，因为我们的产品能够帮你做修复，所以请继续使用。绝对好，谢谢你。因为呢，我在断食的时候呢，他们教我们断食的水啊，然后呢，那个没有玻璃的水呢是山水来的，原来是有鼠尿症，所以呢，我进了医院，他也进了医院，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了。当时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的肝指数上到300多点，然后一直下不来，医生也不给我出院，他说你中了鼠尿症。你已经，其实鼠尿症会导致死亡的，可是呢，我一天吃一盒 SNE， 一天吃一盒 SNE， 到了第五天，医生发觉到我的肝指数已经下到正常的指数，他才给我出院，他给我打了14支针的那个抗生素，最后呢，美玲她也是跟我一样，就这样子呢，我们就遇上了，那。他今天能够来到 SNE， 就是因为他有长期咳嗽的问题。请问你咳嗽的问题已经缠绕你多久了？我好似3年前咁咯，成日咳，系又咳，系又咳，乜又咳，坐又咳嗰啲啊。睇西醫。打咗回針佢咧，翻嚟死咗重播咳嗰個唔緊要，睇重播大事喎，睇咗重播咳，跟住就睇中醫又話我，你睇下都咳噶啦，你之前講你啲敏感咗噶啦，睇下都咳噶啦，都唔掂噶啦。咁樣嗰時我同姨姨去嘛，咳咗咁耐咯，咳咁耐，咁我姨姨嗰時又介紹俾我都係唔睬佢噶。因為啲或者食啲嘢食得多個頭，自己都驚咗咯，係。跟住佢就睇到我個孫女皮膚敏感啊，好緊要啊！地攞兩盒嚟俾我，攞兩盒嚟俾我，我又唔想喺油脂嗰度，油脂嗰度我又俾我孫食咯。啊食食啊，佢橫掂啲有貨喎，我又食埋一份咯。橫掂都喺低脂噶嘛，我又食咯。跟住我一食，當初我係咳，我冇痰嘅，醫生都講你冇痰出。好似我啲嘢喺入面出唔到嚟，咁我一食咗佢咧，其實我食都買食咗粒先，哇死咯！一食咗嗰個禮拜咧，就咳到我甩肺啊，咳到我甩肺好想吞我床，日日包雲吞包到啊，就開始有痰出咯。你知道雲吞是什麼嗎？我都知道。地上人啦，包真係咳到好緊要，真係嗰成個月入面啊，都好緊要啊，日日包成袋嘅真係啊。咁我咳咁樣食咗一個時期咁樣，慢慢咁覺得好似冇咁咳咗咯，冇咁咳咗咧，我就慢慢我又食落去咯。我食食下，我又自己感覺到，因為佢哋講似幫下垂，我就自己有時冇咩知嘅，我哋成日顧慮嘛，顧慮咁咪好講啊嘛。咁樣講我又係冇咩知道咁樣咯，即係自己阿妹自己又感覺到咯，自己摸到咁樣咯。食咗落去有一段時間啦，有7-8個月咁樣，我又叫我阿奶婆誒幫我顧慮點樣樣。喂，點解好似上咗去嘅，冇跌咗落嚟嘅係咯？是不是很厲害啊？自動下水喎、啊！依家我嗰啲係輕微嘅咯。皮膚你好緊要，你又係搞啲輕微做移咗，啲嘢早食到，早發覺喺，你又早啲醫咯。啊，跟住我就食藥食，你嘅面色啊，我個面色食到都個咩咯，覺得我係暗暗咁樣嚇。來，我們來看這張照片。以前你解釋一下你這張面。呢張係早2年前影嘅。我嗰時我影開相，我知道我女兒幫我湊張相出嚟喎，我諗住過年時影啊嘛。你個阿媽你睇你嘅相，依家唔想，嗰時鏡都睇唔到嘅，嗰時喺度鏡都睇唔到嘅，你睇啲鏡都尖咗上去咗咯。跟住我又用佢嘅嗰個美容產品啊，
靚個 ship 咁啦，嚇，啲棉籤製咗你而家都，係，啊，冇求擺咁咁肥咯，會跌實咗咯，因為我係好肥嘅人嚟噶嘛，又係，因為我哋又大骨人，係。同埋你覺得電油水嗰啲皮膚怎樣？嗰個皮膚咧就過冇咁乾咯，到咗過滑咗啲咯。水汪汪啊！水汪汪。跟住咧，我邊度咁樣咧？依家我成日去 salon， 我俾人鬧咗。我頭髮唔識長嘅，依家我頭髮成日長到。所以成日話我哋重剪頭髮，我個電油唔止我嚟講。以前他的頭髮不能長的，你的頭髮只能長到哪裡？最多長到依度咁樣啫。它不能過節嘛？依家我長到一個喺度。本來我都話加我剪咗嘅，我當夜先至剪啊。咁我去做剪我上乜嘢先？所以咧，因為好長喎，我頭髮。誒，陳醫生，是不是呢？因為剪咗連把布想連我頭髮都辛苦喎，一年一擺，我最多俾你剪兩擺。依家我用得咗，依家啊長咗就可以執。還有你還覺得還有其他地方改善？你有沒有瘦了？啊，咁我睇到我呢個長鏡咗依家咯。因為落街都係嗰個呢度都畫低點點咁啊，譬如啲都。想睇到一點點嘅，有沒有人你的朋友啊，遇到你講說，每個一年好像不一樣的咧，有沒有？有啊，一個人想想我個面色冇個頭髮咁變沉咗咯。我依度有一粒嘢咧，呢個咧就愛慢慢啦，呢、這個真係日久就再乾長咗噶啦。不過都淺咗，因為頭髮我人黑，佢依粒嘢我睇唔到嘅，你知喎？我睇係冇，知唔知冇？你冇認真睇就冇咩果。跟住我食咗 S M E 牙買氣白咗咯個面。我啲朋友，我個班室友過去成日講：喂，你幾時有粒嘢出嚟㗎？我好耐咗個咯，因為白咗佢嘅面已走出嚟啊。所以佢變白，變白嘅呢個佢真係有錢過。因為我覺得我又做過雷射，做過咩都係整佢唔到。所以你為什麼拎到他哋呢個班會剪掉？你怎樣用呢？依家我就 S M E 之前啊。然後穿佢咯，捉先咯，捉咗只先咯，捉少少嘛，你後穿佢咪捉咗先咯，哇，咪當佢未用完啦，這樣子好像我聽說你有去到上海喎，然後有都去到上海嘅，所以呢，其實美玲呢，她的孫子有兩個已經做了見證，她16歲出嫁。已经有三个孙子了嘞，不过个了，五个孙子了。哦，外孙两个，姐姐家是三个。来，给他一个掌声。